你好，我们是全捷科技，我是高金海，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。现在我们来做一下病的 element 的分析，那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，这是已经做好的结果。我们等一下，因为这很简单，我们会重做一遍。我们把这个打勾一下，然后开始那个病，那它有一个受一个力量，然后就弯下来。就一个很单纯的病哦，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做这个病哦。我们先把这个边界条件看一下。我的边界条件有 big x 跟 y 还有一个应力嘛哦 ，OK。那如果你这边有 rotation， 我们这边是一个 rotation， 这边固定是 zero rotation， 那是不能动的哦。那我们从头做一遍给大家看，先把这个删除掉。OK， 那很简单，你就是先要画一个这个 line 哦，所有 line 哦。OK， 那我们接着我们就要把这个哦 structure 并把它，哦，我们这里面这边参数都要先给一个，那我们弹性系数啦、断面积啦、moment of inertia 这边做，然后这边要允许哦这个。tension， 那也允许压缩这个，那我们通通有。OK， 那我们把这个 assign 给它哈。那这边就变成一个病了哈，变成一个病之后，我们要开始求它的变形。那所以当然要把边界条件那加进去。那 zero rotation 我们是针对这个点哦，框起来。那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，看到这个绿色的。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力量把它加进来，还有这个固定住这个 XY， 它不旋转不代表 XY 不动，只是不能旋转，那我们 XY 一定不能让它动，然后再加来把这个外力比如 30N 这个把它加在这个 point 上面。 OK， 那这样的所有的最基本的元素都有，那就等着做分析了。那按 start，那它的变形呢，就全部在这边，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哈。那这个病 element 的范例就做到这里，谢谢。全捷科技，谢谢您，再见。